他是一个连走路都费劲的少爷，却身负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。为了这个使命，他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难题，那就是他的体重让行走都成了问题，哪怕再多出一只蚊子的重量都会让他不堪重负。他的名字叫小强。为了拯救武林，他回到了过去。这里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武林就要陷入战乱之中。那个人出现的瞬间，统一了塞外直奔中原。虽然各派联手迎战，最后也全部灭门，小强的父母因此全都死亡。还好他遇到了自己的师父，从此他走上了人生的巅峰。 他的师父每天都会细心的教导，不断强化他的体魄，磨练他的意志。因为他的任务艰巨，必须得到全面的训练。在半死不活的生活中，他学会了师父们所有的功法。师父们准备送小强回到一切的开始，并需要找到年轻时的他们。由小强传授现在所学的功法，并整合这股力量消灭万恶之源。随后，师父们倾尽自己功力，将他送回到了一切开始前。 他以为这会是很简单的任务，没想到竟进入到这种身体之中。身体主人的父亲见儿子吐血找来太医，但却也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。小强只考虑接下来如何修炼，毕竟他的时间没有多少。他知道万恶之源先是获得了一株奇药，他必须在那之前先拿走才行。那应该是还有六年的时间。他本想思考下剩下的信息，但两个老头吵架的话语提醒了他，不是六年，而是只剩六个月的时间。父亲见他再次吐血，很是着急。 他只怪太医什么都治不了，小强不想再次浪费时间准备去散散步。闻言，父亲连忙让下人准备大脚。只见四个肌肉猛男抬轿走进来，小强一脸无语，他要用自己的脚去散步。随后让蝗虫扶着自己慢慢站了起来。随着他迈出一步，老父亲留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同十岁开始他就没见过儿子走路，现在他已经走出了四步之多。小强无语，众人竟对这种事感叹。如果他不恢复武功，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就这样过了半个月，他的身体还是没有感觉。 叹气之时，他随便坐在了地上。蝗虫此事很自然地赶来一群小猪，原来小强坐在了一个大天平之上，随着绳子断掉，小强还是纹丝未动，气得他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。但他突然发现自己竟想不起那个万恶之源的名字，连样貌都是模糊的状态。但不管怎样，自己先获得灵药的话，对方就不是自己的对手，那样他就可以轻易打败对手，成功完成任务。男人只是原地走了一步，老父亲就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 他的体重已经不能正常衡量，必须尽快减肥才能修炼武功拯救武林。无人见减肥的少爷突然哈哈大笑，他以为少爷一定是减肥太极疯掉了，连忙去找太医为其看病。听到消息的太医火速前来，小强知道对方医术全国顶尖，而荔枝年就为皇帝诊脉，他一定有办法帮自己减肥。小强询问叔父可不可以配出减肥药，一个月内可以暴瘦的那种。当得知只是为了减肥，太医觉得可能是被人退婚影响了少爷。 他告诉小强自己有服下后改善体质的药，但最短也要3年，还要配合运动。小强知道自己还是水脱非人，太医推荐小强还有一种办法可以试试。随后几人来到了一处瀑布旁边，太医推荐靠水上的浮力来辅助训练。当他说每天都要来此修炼时，他的轿夫都准备辞职不干。小强小心翼翼地下到水中，确实浮力让他行走更加轻松，但他没想到这条河流的深度瞬间沉入袋鼠下。蝗虫没想到少爷竟这么喜欢玩水，水性很有天赋，还会潜水。 旁边的轿夫提醒蝗虫少爷可能是沉下去了。闻言，蝗虫觉得有可能，但是他根本不会游泳。此时，一道身影直接跃入湖中，另一面小强已经沉底，意识已经开始恍恍惚惚。他的面前出现了一辆疾驰的马车，里面的人浑身都是鲜血。走近后，发现竟是这个身体小的时候，他想这应该是那小子的记忆。女人应该就是他的妈妈。他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眼前的一切慢慢他失去了意识，沉入湖底。 岸上的蝗虫还在不知所措，忽然一个女人带着小强出现在了水面。那个容颜深深的吸引了蝗虫，只见女人一人就将小强拖到了岸上。蝗虫这才反应过来，上前询问女人。女人告诉他是小姐让他来此看看。回到府邸，蝗虫和太医跪在老爷面前，他希望两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蝗虫首当其冲说是太医劝少爷去玩水，他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太医身上。 闻言，老爷直接拿出了佩剑，他最宝贝的就是自己的儿子，差点就白发人送黑发人。这时，一个人出言阻止了闹剧，他是小强身体主人的姐姐，他提议还是让太医解释一下。太医见此机会，便说都是因为南宫家，小强是被南宫家退婚受到了刺激才拼命减肥。父亲听后很心疼自己的儿子，姐姐倒觉得应该继续让弟弟减肥，但不一定非要去外面的河里。他有一个倾国倾城的姐姐，富可敌国的父亲，自己却一无是处，只能躺着。本想在水中进行修炼。 还差点淹死一命呜呼，思考之时，一个女人前来探望，见此小强记忆涌现，回忆起对方是他身体主人的姐姐。姐姐知道他起身困难，让仆人上前帮忙。小强见是女人，表示根本扶不动他，没想到对方直接将他提了起来，并告诉小强要带他去一个地方。小强坐在轿子中，很是奇怪，所有人的心情都异常高兴。当他来到目的地，这里全是公墓，蝗虫正在带领大家修建着什么，他不明白这些人都在干嘛。 姐姐告诉他，以后可以不用去山谷玩水。只见所有人将水倒入了跟前，小强好像知道了在修建什么。
一个专门属于他的私人湖泊，见到少爷前来，所有人都围了上来。明明因为自己他们才会受累，但所有人都很高兴地看着自己。此时黄冲也发现了少爷前来，但看到小姐的仆人时，他立马转变了画风。小强询问他的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，黄冲告诉少爷，他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大学士，每当饥荒时都会为这里人发放物资。小强实在无法把这些和那个老头联想到一起，但这样的话，他的老爹非常有钱。 随后的时间里，小强天天都会来此。他已经可以在水中憋气一炷香的时间，他让黄冲将准备好的东西拿来，竟是一个绑着锁链的石块。他知道只要不发生那场浩劫，以后他都会衣食无忧地活下去。但这些只是美好的想法，只要不除掉万恶之源，一切都只会化为泡影。所以必须尽快恢复武功。但这样的身体现在开始修炼内功根本来不及。 现在的他连打坐都不可能，但还好他的师傅们创造出了一个心法，那就是灵气心丹法，用心脏替代丹田，用血管代替气脉。随着功法的药诀运行，他已可以将灵气吸入心脏之中，水的流动他也能够轻松感触。小强运转了几次功法后，他已适应了这种感觉。他要试一试以前学过的拳法，可以将百步外的石碑击碎。少林最强的拳法百步神拳。 此时平静的湖面也开始泛起了涟漪，有一种犹如喝醉的步伐名为醉八仙，有一种剑法拥有无尽变化名为苍天剑，有一种少林最强拳法名为百步神拳。这几种绝世功法竟被一个走路都费尽了少年使出。他的贴身侍卫觉得少爷坚持不够三天，但自那天带上锁链开始已经过了一个月。思考之时，少爷浮出水面让他准备好一切。黄冲再次将小猪全部赶来，小强想检查下这一个月的成果，他拼命努力，如果无效那就再无办法。 他只能等待最后的结果。当指针停留在中心位置时，小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他的体重终于减了下来。他感谢黄冲不离不弃的陪伴。黄冲也表示家里的仆人终于不用再补衣服，教父的腰也得到了解脱。而且有传闻说少爷因为胖可能是捡回来的，因为胖被悔婚的事，所有人也都知道。闻言，小强再也忍不住黄冲的言语，见此黄冲想起老爷还有事找他，他需要马上前去处理。 留下的小强还是有些不满，积累灵气的速度，所有人都是循序渐进。如果想抢，再别人前面的话，就需要灵物。那颗灵药，童子身世很好的选择。5个月后会在安徽的黄山出现。如果他有灵药协助的话就好了。此时太医怕他玩水，身体虚送来了补品，见是补品，小强直接抢过就喝，然后连人带碗离开了此地。他要趁药物消化之前，尽快吸收。没想到老爷子的补药充满灵力，虽然吸收很慢，但慢慢聚集，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惧怕那个万恶之源。 随后的日子里，小强都会引用补药，坚持不懈地加大自己的体能训练。就这样过了2个月的时间，他的功力已经可以撼动整个湖泊，这种力量黄冲都为之震撼。他没想到目中无人的家伙竟会到达这种程度。一人询问黄冲说的是谁，他想知道是谁在目中无人。他希望黄冲可以完整的重复一遍。大总管赶紧让下人将黄冲关进柴房，他只能帮黄冲到此了。黄冲也至总管的用心，随后老爷询问大总管，看没看到那种力量。 自己的儿子竟能一掌就推动湖水，他也需要做些什么了。他命人准备笔墨药给皇宫书信一封，几天后，小强的父亲给他带来遗物，一本名为《乾坤神书》的秘籍。见此，小强没理解父亲的意思，父亲告诉他这是皇帝亲自给他挑选的功法。小强没想到父亲竟有这等实力。60斤的老父亲有个600公斤的小儿子，见儿子喜好武功，他决定求助皇帝，并高薪聘请女婿成为儿子的老师。但他不知自己的儿子已掌握了绝世功法。小强知道自己说出真相会有不必要的麻烦。 正好借助姐夫的名号，说与他学习。想到此，他直接跪地拜师。接下来的10天里，姐夫交给小强一套基础拳法，但这种小孩子的功法他根本无心修炼。他希望姐夫可以跳过初学者阶段，但却被告知自己太过愚钝。闻言，小强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10天，他提议用最基本的拳法和姐夫比试一下，看一看谁才是那个过于愚钝的人。此话一出，姐夫哈哈大笑，怎么说他原来也被称为湖北七龙。小强则觉得他只是徒有其表，被激怒的姐夫直接封住自己的内力。 他会和小强同等条件下比试，但这还是有些欺负小强。他又缠住了自己的右臂，让小强先向自己出手。见此，小强也不多说，直接来到姐夫身边。姐夫没想到对方竟能使出如此力量，思考之时下一拳已经攻到，他必无可避，直中他的腰子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小强颇有天赋，但小强却没想就此罢手，他还要好好讨教一番。此时的黄冲已被罚去看大门，路过的小强觉得对他的惩罚还是太轻。黄冲疑惑，此时少爷应该在训练太极。 小强表示他的姐夫有些是无法教他。另一面姐姐得知小强竟压制了姐夫，弟弟的天赋真是让他期待。随后他让丈夫好好休息，便离开了这里，留下丈夫一人在此怀疑人生。安平县外一辆马车疾驰而来，马夫告诉大人他们已经到了。车上一人开口，没想到他们会亲自前来。另一人表示，既然于先生开口，那他们必须出面解决。
而安平县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这是小强第一次用这个身体独自上天。他记忆中的世界到处都是尸体。既然他来到这里就要拯救这个世界，此时路人也发现了小强，他们没想到少爷真的可以走了，而且还是一个人走了出来。所有人都拿出了礼物送了过来，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给他礼物，他不过只是想出来散个步而已。这时小强感觉到了什么，他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远处竟有一人在监视着他。神秘人没想到这么快，小强就醒走，他想再观察一下，是小强已来到了身边。 下意识的攻击已直奔小强，一拳直接将其轰飞出去。随后，神秘人消失在屋顶之上，同时小强已起身寻找那个家伙。他没想到安平县竟会出现这样的高手，看来他必须去丐帮收集一些情报了。他们在墙根下创立了自己的机构，无论是天上的小鸟还是地上的老鼠，都不及他们看到和听到的。这就是丐帮，无处不在的门派，但整个安平县却没他们的踪影。小强几乎找遍了能找的地方，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乞丐都没有。小强只能询问路人甲为什么没有乞丐。 但却被告知他的老爹给所有流浪者安置了家园。既然没有乞丐，那他就无法能获得情报。路人甲告诉少爷要找乞丐的话，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。此时，小强家里父亲和姐姐正在谈论着他。父亲见小强这么优秀，想给他送进公寓，但姐姐却觉得现在还为时尚早，毕竟南宫家才刚刚退婚，南宫惠只专心于武功，不想结婚。父亲其实也知道这些，但他如果不为儿子做些什么，他觉得实在对不起他们的母亲。 那些人的目标其实是他。另一面马车已经进入安平县，马车中的人觉得余家还是想促成两家婚事，所以他们到此就是要再次找借口拒绝。首先要找到合理的原因才能好好的退婚。说话之人正是南宫家主南宫汉水。随后他们找到了丐帮，对方很清楚他们来此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拒绝婚事的信息，但这些信息是严密管理不得泛滥。男人对此表示强烈抗议，丐帮之人则表示那毕竟是余家。 如果发飙的话，结果很严重。闻言，南宫家主摘下了自己的戒指，帝王借拥有者可以得到南宫家的庇护。此时，小强也来到了此处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丐帮竟会在这么华丽的地方。门卫见来了个胖子，直接拦下了他。小强见男人出言不逊，本想教训下对方，但他不想惹事，劝对方好好说话，说罢他不再理那人，直奔房门。没想到对方直接给了他一剑，并再次拿他的体型说事，这下他彻底激怒了小强。 此时，楼上丐帮之人见南宫家如此坚决，便将小强出声到现在的信息交了出来。公主表示自己会绝对的保密。闻言，丐帮之人也就放心让他再次观看。这时，外面的吵声惊动了二人。男人来到窗边，发现是自己的下人，脸上被人狠狠打了一拳。气急之下，对方拔剑抵在了小强的脖子上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对小强发出警告。小强表示，这确实是他最后能说出的话。下次有人让他让开，就该乖乖听话。一处房间之中，监视小强的人出现在此。 一个黑影询问他们那只老虎现在过得好不好，男人每天逆流挥剑数万次，只因师傅希望他可以快些成才。师傅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徒弟的进步，所以每天的快乐就是训练徒弟。而今天前世的师傅竟出现在小强的面前。就在不久前，小强收集信息被人拦下，因为对方出言不逊侮辱小强，他只能代替他的主人教训对方一下。他家的主人可能会好好感谢自己。这时，一人从天而降，分开了二人，随后直奔小强宫来。 小强在此人身上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，但更要紧的是先接下此招。此拳蕴含的力量异常强大，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还无法承受，必须将此力量方向旋转化。但小强还是高估了自身的情况。就在他坚持不住时，他看清了男人的面貌，正是他前世的师傅之一，那个以折磨他为乐趣可恶的师傅。他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，他绝不会饶了那个人。当对方一步步向小强走过来时， 村民都拦在了小强的身前，而小强再也撑不住倒了下去。南宫家主和丐帮听到声音也出来查看，丐帮之人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余家少爷。他连忙上前查看伤势，并询问是谁打伤少爷。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南宫家，男人连忙向家主投去求助的目光。当送小强回府后，余老爷知道了此事，丐帮之人连忙解释这都是南宫家所为。余老爷表示，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南宫家的儿子，他今天一定会砍掉他的脑袋。丐帮之人连忙传音给南宫家主，让他赶紧给余家道歉。 余老爷可是皇帝的前军事顾问，此时余老爷让女婿准备进宫马车。闻言，南宫家主直接跪地请罪，表示都是误会，以后不会再有此事。余老爷表示，小强已经要死了，必须有个结果。小强听到有人叫自己，直接走出了房门。见此发型，所有人都一脸懵逼。下人为少爷整理了一个可爱的发型，老父亲连忙询问儿子的伤势。小强表示自己已经无大碍，并上前向家主行礼，称其为哥哥。小强知道按辈分来说的话，他和对方同辈，而他前世的师傅则是他的晚辈。 按理说他可是对方的叔叔，他等待这一天可是很久了，上辈子受到的折磨他会好好还给对方。他的师傅上世被称为剑王南宫城，在小强看来他就是个疯子，就算小强投降的话也不会停止教导。那个可怕的回忆，小强至今还记着。他有六个武功高超可爱的师傅，为了拯救武林，他们将男孩送回到了过去，希望他把万恶之源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但在那之前，他接受了地狱般的训练。
回到过去的他没有忘记师父对他的好，他会将过去的师父一一收为徒弟。第一个就是南宫家的南宫城，但现在最要紧的是在万恶之源前获得灵药。想抢灵药就必须减掉身上的肥肉，所以小强再次和黄冲来到湖边训练。当姐姐知道小强习武是为了踏入武林，连忙带着黄冲的梦中情人前来阻止。他们的母亲就是因为武林中人而死。小强表示自己绝不会再让此类事再发生。姐姐知道自己的弟弟已经长大，她一直还把弟弟当成孩子。 这种亲情，小强从未感受过，因为他很小时家人都已死去，所以这一世他不会再让家人受到伤害。时间终于来到了灵药即将出土的时候，而小强也顺利的减掉了身上的脂肪。瘦下来后，他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。他告诉父亲自己要去黄山探寻，顺便去南宫家看看自己的长辈。他知道父亲肯定会反对，但这都不能阻止他这次出门。他向父亲保证自己会安全的回来。回到房间后，小强就开始收拾行李，他必须悄悄出门，避免引来麻烦。 但他的门外护卫已经恭候多时，黄冲告诉少爷这是老爷准备的旅行团，小强不能让这些人跟着自己。取得那株灵药必须秘密进行，家里人知道他的目的根本没法解释。小强突然想起了那瓶药剂，太医在给他治疗后遗症时给了小强一瓶药防身，可以麻痹敌人陷入昏迷。想到此处，他告诉黄冲今天先不走，他晚上想感谢黄冲这么久的照顾。姐姐知道弟弟今晚会偷偷逃跑，他让护卫可以不用陪自己等着。护卫其实也想和可爱的少爷道别。 但小姐肯定有话想单独说说，她只能留小姐独自等待。没过多久，小强自己走出了房门，黄冲已经倒地不起，太医的药果然很有效果。出门后，姐姐怪他进步和自己告别，小强没想到最后竟被姐姐拦下。但姐姐却抱住小强，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遇到任何麻烦一定要回到家里。他和父亲任何时候都会在这里。小强没有多说，默默的点头。随后，姐姐将皇帝赏赐的千里马交给小强，小强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但他必须消灭万恶之源才能让家人安全。 一处大厅，内众人也得知了童子参的下落，他们也踏上了找药的路程。黄山有块石头在太阳落下时都会发出红光，那里正是童子参出现的地方。但现在那里已被一群山贼占领。为了抢先获得那株灵药，小强提前来到了黄山脚下。他跟随村民带领进入了深山，虽然找到了发光的石头，但却没有发现灵药的踪影。小强感谢村民带领自己前来，他只能冒险深入山贼的领地再去寻找。当来到山寨后，他施展灵力探查周围的情况。 如果灵药在他周围，十码内他都能感知到。随着灵力探查，他发现了一些异常，山贼正在欺负一个女人。小强见此很是愤怒，但他必须控制。师父告诉过他没有恢复功力之前不要多管闲事，一切都是防止武林更大的损失。他只能安慰自己，先去寻找灵药。但听到孩子的哭声，女人的求饶，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事情，愤怒之下一招就解决了山贼。但力道没有控制好，溅了自己一身。他的这种样子吓坏了女人。小强连忙上前安慰，他可不想惊动更多的山贼。 当进入屋子后，却发现了更多的人。原来这都是被山贼抓来的村民，没有办法，小强只能帮他们逃跑。他让众人等待自己的信号，他会尽量拖延山贼让村民有时间逃跑。随即，小强来到一处高塔下，他必须制造出足够大的声音吸引敌人。见此，村民知道这就是信号，连忙趁此逃跑。另一面，小强不断的点燃房屋，将山贼引向相反的方向。为了不被抓住，他用了大量的内力，逐渐内力慢慢消耗殆尽。 这时，一人直接将其击飞。正是山贼的首领带人前来，小强知道眼前之人都会武功，他必须想出脱身的办法。首领此时竟表示很欣赏小强的勇气，他正值用人之际询问小强要不要为他工作。闻言，小强想到了办法，他坐在地上开始吸收灵力，表面询问自己加入有什么好处。实则在抓紧恢复内力。交谈之间，小强已恢复足够他逃跑的内力。随即，他直接拒绝了山贼，气得首领命令手下杀掉小强。在众人围攻下，他只能不停闪躲。 但终是躲避不及被一拳打飞。面对如同豺狼般的对手，小强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战胜，只能勉强使出最八仙步伐躲避，然后跳下悬崖逃命。他知道下面有一条河流，只要减少冲击，他还有活命的可能。剩下的就是期待河流的深度够深。就在小强以为自己停下来时，却被水中的漩涡吸入其中。童子参因其状如孩童而得其名，其中蕴含的能量时间少有，但其生长的地方十分隐秘，知其人甚少。 小强意外被卷入漩涡，被带到了一个山洞之中。现在的他已经精疲力尽，他本想放弃之时，突然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。他知道那就是童子参，没想到因祸得福被他发现。小强此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只要他吃了，那万恶之源就没法获得。随着他咽下巨大的能量，充斥着他的全身，这种好东西绝不能浪费。他会将其中的力量全部吸收，纳为己用。另一面，黄冲也带人来到了黄山。 老爷知道少爷独自离开，大发雷霆，气得他直接晕了过去。太医见此，连忙上前号脉。他没想到老爷气得当场咽气，闻言老爷狠狠地拽住了太医的头发，让黄冲赶紧去寻找少爷。随后黄冲到此，得知少爷进去了山贼的地盘，连忙带人上山寻找少爷。此时山贼来到瀑布边寻找小强。
一个人影竟从瀑布之中走出，询问山贼是不是在找自己，并让众人自己脱下衣服省得他动手。山贼虽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杀了也无大碍。小强捡起衣服表示并不合身，随即询问下个要脱掉谁的衣服。就这样，小强有了合身的衣服，但他并不准备放过山贼。随着他手起刀落，山贼全部身首异处，他刚刚换的衣服又被弄脏。来到湖边，他竟被自己的样子所吸引。小强终于确定自己不是假的，随后他决定重回山贼老巢，一个都不放。当他回到山寨时，大声让山贼出来，他不会放掉任何一个山贼。见到这种势头，山贼开始胆怯。这时一只冷箭从旁射来，正是山贼首领闻声前来。小强还在担心首领已经逃跑，这样的话省得他到处去找。就在小强想动手之时，黄冲已带人到来寻找少爷，随即两帮人马打到了一起。见自己的手下不敌对方，山贼首领选择了逃跑，但小强怎会如他所愿，今日他无论如何都逃不出自己的手心。首领吓得直接跪地求饶，小强表示他何时饶过那些可怜的村民，既然敢做就要接受后果。小强也不再多说，直接了结了对方。此时黄冲赶了过来，询问小强有没有见过他家少爷，那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少爷，非常的傲慢还不懂礼貌。听着黄冲的话，小强觉得应该将其也埋在这里。阳光少年的脸竟长得犹如老头，巧的机缘获得了一株灵药，服用后他容光焕发变成小帅，就连陪伴他多年的护卫都没能将他认出。当他面不停说着自己的坏话，黄冲没想到少爷竟变得如此好看。老爷得知少爷消失已经疯了，连太医的头发都被吃了，所以他才带着南宫家的卫队共同前来。现在少爷必须乖乖和自己回家。小强表示自己还有要事去办，他忘了黄冲以前是有名的捕快，想要逃跑可不会那么简单，但是他也不会乖乖被带走。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少爷。众人没想到小强现在的实力不同以往，但他们必须完成任务带他回去。就在双方对峙之时，被救的村民前来，他很感谢小强的救命之恩，他救的不只是几个人而已，更是无数个的家庭。说完便再次感谢离开了这里。小强一时还未反应过来已被黄冲绑住，随后他们踏上了返回的旅程。小强告诉黄冲自己还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但黄冲根本不理会小强的话语，为了让少爷能够安静的和自己走，黄冲只能将少爷暂时打晕。随后他告诉护卫不要将今天的事说出去，因为名气越大就越容易被关注，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危险，他们的少爷还没有做好面对的准备。另一面，山洞之中，众人来到发现药已不见，这本应该是要献给他们的领主。随着队长的愤怒不断飙升，周围的手下连呼吸都无法进行，他们连忙大喊让队长冷静，才化解了丧命的危险。他让手下必须找到那个偷药的人，如果小偷吃了灵药的话也要带回来给他解毒，如果小偷有家人的话一并全部除掉，只要和他有关系的人都要消灭。此时小强已经醒了过来，他本来有机会埋伏万恶之源去找药，然后他就可以衣食无忧的做少爷，这一切都被黄冲这个笨蛋所毁。还好他获得了灵药，成功了第一步，下一步就是寻找千年海螺，在那里等着万恶之源。此时黄冲告诉他们到了合肥，小强从来都没来过城里，前世这里已经变成废墟，现在这里还是南宫家的地盘。思考时他的父亲出现在这里，他没想到父亲竟会这么疼爱自己，但父亲好像完全不认识他。黄冲告诉老爷那人就是少爷，老爷不信自己的儿子竟有这么帅，但好像黄冲确实没有撒谎，他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他的胖儿子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，只因他是个废材少爷，惨遭别人退婚，没想到减肥成功后竟被逼婚，对方正是赫赫有名的南宫家族。他们不同于其他武林门派，今日护卫来报小强竟一人剿灭了山贼，南宫家主表示这根本不可能。家主的父亲得知小强既有武术天赋，而且还变成了一个英俊少年，他让儿子不要再插手婚事，随后他接待了小强和他的父亲，与老爷直接开口很想让儿子参加武术考试。南宫前家主表示这样小强顶多成为一个将军，但如果他有个好的师父有可能成为救国之人。闻言与老爷连忙询问去哪里能寻得名师，名师就在眼前，就是他剑王南宫昌善。小强明白对方知道了自己打败了山贼，如果剑王帮助他能有更多机会进入武林，这样父亲也没理由再阻止自己。而与老爷也很高兴剑王能教导儿子，最近皇帝要选定皇子让他进宫教导，有剑王管教他也可以安心了。就这样与老爷含泪离开了小强，他不停嘱咐小强一定要听话，每周一定要书信两封。当与老爷离开后，剑王让小强跟自己去一个地方，小强以为对方要开始训练自己，却被带到城墙之上，只见剑王竟踏空而行，他的老师好像都没有达到这种轻功。随即剑王让小强跟着上来，小强连忙跟着跳上房顶，剑王告诉小强他眼中所及之处都是南宫家的势力，然后又询问小强看到远方的凉亭了吗。小强以为对方要测试自己的轻功，便开始脚下运劲准备展示，没想到对方说那面也是他的势力。小强实在无法揣测剑王的想法，剑王直入主题表示小强可以得到这里的一半，只要和他孙女结婚就可拥有。小强本来还对剑王有所期待，听到对方竟逼婚直接告辞，但剑王紧随其后希望他好好考虑，
如果嫌少，还可以再多给小强一些。小强没有办法，只能告诉对方自己不想结婚，而且自己是于家的独生子。他家的财富不比南宫家少多少，他还以为来此会传授自己武功。剑王终于知道对方原来是喜欢武功。第二天一早，剑王就叫来了小强，他先展示了自家独门剑法帝王剑行，但小强毫无兴趣。见此，他又展示了一套以气御剑，如果想学只要答应婚事就可以，而且这些都是不外传的武功。但小强却觉得没有什么特别，剑王表示他刚入武林，这种高级功法可能不理解。小强没有办法，只能展示下自己的能力。情感让他的武功得以升华，人称七情剑王。早上起来心情不好，他会教育徒弟，吃饭吃得开心，他也会教育徒弟，徒弟每天都要适应他不断变化的情绪。还好前世他将自身武学都传授给了小强，所以这是可以完美使出南宫家的绝学。剑王不知道小强怎么会用自家剑法，但他绝不允许外人会南宫家武功。小强表示剑王刚刚不是给他演示过吗？闻言剑王以为小强是不是的武学奇才，只是看一遍就能学会他家的剑法，这更坚定了他要促成婚事的决心。此时洞穴的神秘人出现在城中，他们通过钱财得知有个少年出现在过黄山，现在应该来到了合肥，他们必须找到那个男孩。另一面，南宫城上门求见小强，他不知道小强为什么不去训练。小强表示南宫家已经没有可以传授自己的东西。见到小强的嘴脸，南宫城很是愤怒，他不知道祖父到底看上了这人哪一点，但无论如何小强必须和他去训练。闻言小强倒是很开心，去教授他些东西。现在他的师父还是太弱，他要通过激怒对方，让他通过情绪增强力量，但南宫城最后还是忍下了挑衅。小强没想到对方竟这么绅士，那只能换一种方式来启发他的师父，那就打到对方明白这个方法。见此轻功，南宫城先是一愣，他也想看看小强到底有何成长，却反被小强直接踹飞出去。见对方下一招紧随其后，南宫城连忙运起内功防卫，小强却表示那样根本没有什么用处。随着这拳被南宫城挡下，他先是惊讶其中的威力，然后竟然被旋转的力量震开了双臂。巨大的威力让南宫城连坐起都困难，他怎么也想不通小强怎么短短时间判若两人。小强走到他的面前表示教导还没有结束，南宫城做梦也想不到小强等待这一天等了多久，疼痛让南宫城大爆粗口。见此小强知道对方已经学会了愤怒的力量，这种训练持续了十天之久，南宫城现在已经可以将愤怒融入到剑法中，但他要学的还不止这些。小强没想到对方竟能瞬间做出反击，这已经超出了小强的预期。见此小强决定今天修炼到此，他让南宫城和自己去一个地方隐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扮成乞丐，可以监视目标还不会被其怀疑。但是他没想到乞丐也有乞丐的规矩，神秘人准备在今晚开始行动，小强还不知道自己已被盯上。为了南宫城掌握悲伤的力量，他们买了大量悲剧的书籍，为了高兴的力量，他们去听了京剧。情绪的力量会让南宫城武功更进一步，而南宫城也很虚心地接受小强的指导。此时他们后方一直有个人跟随，他让队友慢慢靠近，等到无人时悄悄带走小强，但他们漏算了当地的丐帮，小强两人也被吵声所吸引。队长只能传音让手下暂缓行动，因为他没有在本地登记就乞讨，就要接受他们的惩罚。见小强二人在远处看着，他只能任由这些人攻击自己。小强见此开始为南宫城讲解缘由，每个地方的丐帮都有自己的规则，如果不遵守就会是这样的下场。队长见他们终于离开了这里，连忙叫手下过来解围，他受的耻辱会让这些乞丐加倍偿还，他命手下一个不留全部消灭，但还是漏掉了一人逃跑了去。第二天剑王收到了孙女的回信，孙女对这门婚事也是坚决反对，气得剑王询问儿子是怎么教导的孩子，他得想个办法把小强送到孙女那里。随后他准备去找小强说说此事，但远远的就听到里面传来了辱骂之声，他连忙施展轻功跳上围墙，发现他的孙子竟也在此，还在听着小强的训导。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孙子哭泣，而且剑中的力量异常强大。此时小强发现了剑王在远处，他连忙让南宫城停止训练。南宫城闻言大怒，自己刚刚找到感觉，见孙子不停骂人，剑王有些不解，随即上前询问小强在教授什么武功。小强表示这都是南宫城的主意，他在帮其用情绪练剑。南宫城不明白小强为什么要骗祖父，小强连忙转移话题问剑王来此目的。剑王本想让小强去一个地方，却被护卫突然来到打断，昨晚本地丐帮发生了大事。闻言剑王带着孙子连忙去查看，小强自己没有意思便走上了街头，刚出门就又被神秘人盯上。队长让所有隐藏的队员紧跟小强，到人少的地方便动手将他带走。此刻小强也发现了异常，有些目光一直在盯着自己，而且昨天被揍的乞丐竟也出现在附近，看来丐帮出事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想到此处，小强直接撒腿就跑，见此众人连忙紧紧跟随，但追到一个墙角时人已经不见，小强慢慢从后面走出，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。他们本想暗中带走男孩询问灵药下落，没想到反被对方抢走一人威胁，他们的身份不能暴露，必须阻止小强。为了脱身，小强来到了城市中心，
他先是将抓来的人扔到房里，然后运转内力狠狠砸烂了房屋。他必须闹出足够大的动静，吸引丐帮和南宫家前来支援。就在刚刚，小强知道他们在跟踪自己，为了弄清对方目的，他将几人引到无人地方。几人见暴露，直接询问他是不是获得了灵药。闻言，小强知道对方应该与万恶之源有关，他必须问出对方藏在何处。但小强也不想对方知道自己的秘密，所以他要设法将其全部留下。敌人知道了他在等候援手，那就必须尽快解决此事然后离开。小强见对方已经动了杀心，他可不会束手就擒，他振起散落的瓦砾，将其中木屑收入手中，然后施展出连环12斩攻向敌人。趁小强背后露出破绽，一人已来到身后，这正和小强心意，又可活捉一人。但对方直接咬碎了一个药丸，瞬间就没了生机。同时小强发现远处的人在灭口，所有昏迷的人都没能活命，随后转身就要逃离此地。小强连忙追赶，但对方已经分散开来，好在他的援军已经来到，那他只要安心追一个就可。对方知道自己被抓必会影响大局，掏出遗物直接扔向后方，爆炸的瞬间他竟被一拳击中。小强让他放弃没有必要的抵抗，并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。队长知道自己很难逃跑，但他死前也要杀掉小强。剑丐帮和南宫家离这里很远，小强可以不再掩饰自己的武功，男人也做好了对方冲过来时同归于尽的准备。但他没想到对方竟原地出招，就在小强想将他带回南宫家拷问时，本地丐帮长老已经赶到，他们不由分说便上前查看，确定这就是杀害他们手下的人，希望可以将此人交由他们处置。这时南宫城也来到此处，小强责怪他来的实在太慢，长老打断了两人的谈话，询问此人为什么会接近小强。小强表示对方将他误认成了别人。此时小强突然改变了想法，不能让敌人知道自己的存在，他现在的能力还不足以对付源源不断的敌人，他必须转移敌人的视线，丐帮就是很好的选择。随即他看向了南宫城，南宫城瞬间做出判断，让丐帮赔偿叔叔的衣服。小强表示自己可以将此人交给丐帮，但必须隐藏自己的存在，如果审问出什么消息也要告诉自己。丐帮长老同意了小强的条件，但总是觉得有种上当的感觉。他本以为自己的对手只有一人，没想到那人背后竟是一个组织，他必须赶紧获得第二件神秘之物。知道线索之人正在武灵盟的监狱之中，所以他答应了剑王前往他孙女所在武灵盟。剑王决定书信一封，让孙女好好接待小强，但小强有一个条件，他要带南宫城一同前往。剑王表示孙子毕竟是下代家主，小强也明白剑王的难处，不想勉强。他知道武灵盟现在有5位女武者，而且个个容貌都很出众，小强很期待与他们的见面，也许会碰到让他倾心的家人。闻言剑王决定开家族会议研究小强的要求，既然要出门，小强必须得带着他得跟班。翌日长江口岸一条大船之上，一人花重金藏匿在仓库之中，小强也与南宫城登上了此船，两人坐在船上探讨着最近海盗猖獗。南宫城希望小强遇到海盗不要多管，因为那之中有一人可与他的祖父媲美，被称为海上的怪物，人称海龙，如果导致战争，长江沿岸都会受到牵连。小强不想多听他说，一拳打了过去，看来此行自己真要低调一些才行。随着航行越来越远，一艘黑色船只出现，他们是此条航线的海盗。船主连忙上前，他已准备好了路费。见船主这么懂事，首领很是满意，但他受人委托还要寻找一个犯人。首领知道船主经常会偷偷运人，让其叫出所有人排队接受检查。海盗见小强不理会他们，上去就给了小强一拳。蓝宫城暗道不妙，他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这时藏起的男人自己走了出来，他没想到抓捕的人竟然是愚蠢的海盗，此言一出就激怒了首领，他可不管是不是活捉，一刀砍向对方，竟砍断了船帆砸向小强。见此小强忍无可忍，直接抽剑展开，他本想教训下这些海盗，但那两人已经打到了一起。同时小强也发现了什么，男人手臂竟纹着一只大蛇，他的师父之一告诉过他，知道第二神秘生物的人就有这个纹身。小强没想到自己竟这么幸运，随即让南宫城保护周围人的安全，因为两人对战的余波根本没有顾及旁人。南宫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保护所有人，直接运用悲伤的力量提升剑速，尽力拦下余波保护众人。而小强从天而降，拦在了两人之间，一拳狠狠轰在首领身上，然后询问男人是不是黄德山，他有些问题想请教对方，在那之前他会保证男人的安全。师父告诉过他，神秘生物只有一人知道，那人手臂上纹有一只红色大蛇。小强没想到这么幸运被他遇到，那他必须问出那个东西所在。他表示会帮男人解决麻烦，但回头对方就已消失不见。小强不明白自己在救他怎么还逃跑，此时海盗首领见人跳出来，连忙叫手下去抓住男人。小强很无奈地叫来南宫城，让他看好这个领头，如果跑了，小强会用愤怒训练法惩罚他。说完他就跳下了大船，直奔逃跑的黄德山。虽然他的游泳速度很快，但眼前出现了一个更方便途径，随即他也不客气，直接踩着众人一路前行，瞬间就追上逃跑的黄德山。黄德山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，但他可不会轻易就被人抓住。没想到一个照面就被扔到了地面，
小强表示自己只是想问他一个问题，但黄德山根本不相信对方。没办法，小强点住了对方的穴道，他不能再让对方逃跑，因为他现在要解决一些麻烦。面对一涌而来的敌人，小强在地上捡起了一些石头，他的师父之一教过他暗器的使用。面对这些武功不高的敌人，这个招数足以减少对方人数。小强想起南宫城说的不能引起战争，他只能免除这些后患了。解决敌人后，小强回到了黄德山的身边，现在他们可以好好谈谈。小强询问千年海螺到底在哪里，闻言黄德山表示自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没有办法，小强只能换种方式询问，他相信这种方式应该能得到答案。此时南宫城也来到了此处，他发现小强在用愤怒的教育方式，随即让海盗首领慢些靠近。迫于淫威，首领只能照做，他要努力坚持等援军的到来。就这样过了四个小时，黄德山醒了过来。小强本想继续询问对方时，远处一艘海盗船直奔他们而来。见此，首领知道自己的援军已到，他表示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消灭。闻言，小强一拳打晕了首领。南宫城告诉过小强必须小心，但小强表示现在的情况只能接受，随后便带着南宫城接待他们的客人。不一会儿，这里就只剩下各种残骸，一艘小船慢慢远离这里，正是小强几人远远看着这里。船长见此愤怒不已，他询问剩下的手下带没带红色信号弹，他们今日的耻辱一定要让对方偿还。那个男人看到后必定前来，被称为海上之龙的男人，他是长江上的霸主，人称水龙王，统领着整个海域的海盗。今日他必须去处理下混乱的情况，而这些事的源头只是一个少年，之前的信号弹让源源不断的海盗前来，这样小强根本没有时间询问黄德山，他赶紧下令前往附近的陆地。就在这时，悬崖之上跳下一人，落在了小强的船上，他自称自己是小启龙，来此事保护大家。小强觉得这个名字很是熟悉，那是他前世的师父之一，没想到竟在这里碰到。就在前不久被打败的海盗发射了信号弹，郑武蒙也接到了此消息，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但具体什么原因还没有查明。他们不能让海盗占领重要水域，军师连忙询问现在盟中最强高手是谁，被告知目前只有小启龙，军师让人赶紧去找此人帮忙。没多久，小启龙就得到了消息，他和一人喝得已经烂醉，那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叫醒自己。小启龙表示军师派自己去工作，男人也即将去陕西战场，再见不知何时，所以告个别。随后他将信物交给来人，让其去找丐帮，自己匆匆离开了此处，留下的男人只希望他不要碰到水龙王。此刻一艘小船慢慢接近了小强，所有海贼都恭迎他们的首领。见此，小强知道来人应该是水龙王，不知不觉已离他们这么近，小强可不想与此人硬碰硬，命人赶紧转变方向。就在两船即将碰触之际，对方竟缓缓抬起了手，巨大的能量竟挡下了大船的前行。随即只见两人跳上了大船，小启龙连忙恭敬地向水龙王报出家门，南宫城也紧随其后报上自己名号。只见一道身影一闪，小强暗道危险，男人已将小启龙高高举起。水龙王没想到这个少年竟能看清动作，见到自己的师父受到威胁，小强连忙叫住了水龙王，表示这样对待晚辈有失他的名誉。水龙王表示确实如此，便让手下放了小启龙。接着他想听听小强对这些事情的解释，小强知道对方是个怪物，不会轻易放了他们，如果不能让对方满意，他们都会死在这里。随即小强只能说他坐的船受到了海盗袭击，显然这个答案对方不满意。小强想起一个师父的话，要不吓到对方，要不投其所好，他连忙说自己的父亲曾是皇家顾问，现在还在皇宫教授皇子。闻言，水龙王根本不在乎小强的话语，他做了一辈子海盗，被谁追捕根本无所谓。面对这样两个怪物的存在，小强只能投其所好。他在这片海域当了半辈子海盗，手下的船只更有数百条，他仅靠内力就能将船逼停，跺跺脚就可引起惊涛骇浪。今日一个少年竟想用钱财给他补偿，因为他毁坏了水龙王的很多船只。为了能逃离这里，小强想投其所好。闻言，水龙王哈哈大笑，他表示很喜欢小强，吓得小强连忙后退。水龙王让小强好好看看周围，武林人士早已赶到了这里，但他们没有一人采取行动，因为他们在权衡与他开战的后果，为了救几个人质不值得丧命。所以小强为什么费尽心思要救这些人，小强知道自己说为了拯救世界，对方不会相信。见小强不说话，水龙王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也无法理解小强到达了什么实力，既然这样只能亲自检查。他告诉小强有些事情不能用钱解决，话落的同时，那个男人直接出手直奔小启龙而去。见此，小强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，瞬间挡下了攻击，然后让小启龙赶快离开这里。闻言，小启龙知道自己不敌，跳下船去，而男人的攻击并没有停止，小强拼尽全力闪开了攻击。他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战胜对方，所以必须尽全力一招制敌。他要使用的是灵气攻击，这种攻击远比内力更加强大，但对方竟露出了笑容，因为水龙王出现在他的身后。小强没想到这种大人物竟搞偷袭。南宫城见小强昏了过去，就要拔剑相救，水龙王希望他不要做傻事，只是一个眼神，南宫城已经不能动了，但小强冒死救了他，他不能不管，即使失去生命他也要救小强。水龙王没想到对方竟突破了自己的压制，
而且剑中散发的威力还不是剑罡，这两个人都很让他好奇。他知道南宫城是剑王的孙子，所以今天他不会杀了对方，他会等着多年后他成长后再动手。第二天，小强被一阵香气吸引，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到了这里。水龙王让小强先吃些东西，但小强只想知道自己的朋友怎么样了。水龙王让小强不用担心他们，虽然他和剑王关系不好，但也不会杀了他孙子。闻言，小强长舒了一口气，随即吃起了面前的食物。另一面，南宫城被丐帮救起，一是没想到水龙王竟出奇的善良，如果不是他出手，南宫城很可能走火入魔。小启龙只记得当时水龙王只出了一招，然后便带着小强准备离去。正午盟的人却无人敢上前阻拦，因为那个人的威压太过骇人。只因男孩拒绝了老头就遭到了毒打，他被迫答应对方的要求，但这些也无所谓，他只是暂时妥协。就在不久前，龙王询问小强师从何处，小强只能隐瞒说是姐夫教的。龙王听说他没有师傅，就要收他为徒，小强哪有时间理他，直接拒绝。闻言，这彻底激怒了龙王，既然说不通，只能用实际的方法。这种情况小强只能先答应下，但他必须去询问神秘生物在哪，所以他告诉龙王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是师徒，那样他可能会被扼杀在这里，因此他要出去积累足够的经验才行。龙王可以让小强离开，但要是骗他，后果。就这样，小强离开了这里，就算是挨打也在他计划之内。在小强走后不久，剑王来到此地，他先是感谢龙王打通了孙子的经脉，然后询问小强的下落。见龙王不说，他拔刀直接出招。龙王没想到对方真要杀了自己，那就看看谁能活到最后。随即一想，还是算了。他表示小强早已经离开了这里。此时小强被正午盟的人抓住，他们还是不信小强能从龙王手上逃跑。就这样，小强被带到了总部，盟主白武正在等着小强的到来。那人给小强一种独特的威压，师父告诉过他，这人会成为他任务重要的帮手。他连忙礼貌地拜见盟主。盟主从小强的眼中看到了不同，他要搞清这个少年怎么离开的龙王。随后他们询问小强为什么对付龙王，还干扰了海盗和犯人之间的战斗。他们想听听小强作何解释，对此小强也不多说，直接攻向下，但瞬间就被盟主拦了下。这就是小强的解释，一切都是为了救人。他们告诉小强那个人已经被关了起来，然后询问他要不要见见面。小强觉得这可能是个圈套，但不管怎么说他也要问出神秘生物线索，便表示有时间会去看看。接着盟主询问他是怎么逃出海龙的控制，小强表示对方同意他用钱财补偿，但盟主根本不相信小强的话。小强无奈只能让盟主去询问龙王，要不是盟主知道小强的父亲身份，早就把他关起来。看着小强离去的身影，盟主觉得剑王龙王不可能平白注意这个孩子，他决定让小强留在身边，让他加入自己准备成立的乾隆队。小强第一时间去看望南宫城，这时小启龙也来此，告诉南宫城也被选为乾隆小。小强见此抢过了名单查看，里面有他唐门的师傅，还有武当的师傅，少林的师傅，还有天才战略家师傅，这么快就见到全部师傅，想想就让他有些兴奋，他必须加入到乾隆小队。